右手，是这样啊，是这右手是这样，这个时候我又看到刘文才了啊，刘文才啊，刘文才，刘文才，看上去人比原来大了很多啊，看上去啊体型比原来大了很多，人家说只是说怒发冲冠，有这个词叫怒发冲冠啊，冲冠，他不是冲冠的，而是冲了，内脏啊，内脏呢鼓了很大的气啊，鼓了很大的气，他盼着啊，盼了一年又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希望有人，有人跟他那个评判了，就这样过来啊，直到现在都没有啊，现在都没有啊，他在苦苦等等的啊，现在我们要动他沟通一下啊，你不用等了啊，你不用等了。既然你等不来这个评判的话，那么我们只有让这个制度倒台掉啊，让这个这个黑社会组织让它倒台掉啊，会给一个说法的啊，会给你一个说法。你看，听听已经把那个账本都搞得清清楚楚啊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通过账本，通过那个记录已经搞明白，你是个大善人啊，你是这个大善人，那些人抢劫你。抢劫你还栽赃你啊，这个太不人道了啊，太不人道了啊，我们后面把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啊，正在说的是个一个飞碟在上面啊，一个飞碟在上面，另外啊会给你公道的啊，会给你公道的啊，会把那个对那个曾经的那个黑社会组织会得到一个审判哦，这么一说一个哦，那个那个刘文才没那么焦虑了，人的体型也消下去了啊，积压在肚子里的怒火慢慢往下压啊，往下消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我只是给你看到希望，后面我们会努力的做，在短期里会给你一个交代啊。他听了一个，先躺下来睡一会啊，先躺下来睡觉了啊，好久好久没睡觉了啊，现在躺下来先睡觉啊，好，知道了啊。会给你好消息啊，好，知道了啊。